家好，我是陈品超，我的主题是实力之间。这代表着在实力这个地方记录下我所看到的人文美景。一到夏天，十里的各个加工厂就会忙碌起来，因为夏天是捕鱼和散鱼的季节。我们家也是加工厂，而我们家最讨厌的是下雨天，因为每次下雨天都要赶着出去收鱼，鱼如果被雨淋到的话，就要重新蒸，所以很麻烦。每到下午，到了十里沙滩，就会看到如此美丽的夕阳。吃饱之后，我会去海堤散步。渔宫是十里居民最常去的地方，每当初一十五，庙里就会叩关，信徒就会带着这些贡品来庙拜拜。叩关就是请神明的部队回来休息和吃饭，这些就是叩关要摆的东西。叩关的一开始是先把五营的兵马叫回来，所以每做完一小个仪式就要把关。把关就是要问他们回来了没，如果都回来了，就可以让他们开始吃饭休息。再来我要介绍的是绕境。绕境就是神明的教旨会出去巡视社区，让社区平安。十里还有很多你们意想不到的人文特色，希望你们可以来十里走走。